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牲畜交易市场，今天是7月16号，客户正在看驴，新疆驴，看一会儿能不能挑上，成交了啊，清卷了，这两卷一会儿全部装车，这买这个老板回家买上2个月就可以出栏。小黄驴上车吧，清卷价28.7块，来，第一车驴装好了过秤去，第二车驴过秤去，来了一辆4米2，继续装车，上车去吧，看这车4米2能不能把剩下的全装进去。哎，上车上车，你再上来就咋了，上来上上上，干干干，再上来咋了，第三车装好了过秤去，然后剩下6头啊，装了小车，那个小车驴过秤去，驴都已经过完秤了，均重210多斤，一会儿算完账就可以出门了，4车驴出发了。这赵县客户买的驴，祝赵县老板发财。